装，要准备去看 Blackpink 的演唱会。Yeah. Go go！ 我们是从我们学校这边出发，搭三站就到了，不会跟左营的人挤。这是来高雄念书的优点。一下捷运站，大家都是 Blackpink。我们现在来排8800彩排，超多人。这是我室友林云杰。拿到应援手服了，他戴的这个是 Jenny 的发箍，超可爱的。两手彩排，才两手，才两手，要再站起来，先去上个厕所，先休息一下。大家超瘦的，他们每个都很不像真的人。我们刚刚看完彩排，现在来觅食。
高雄。So I'm gonna test them one more time. Okay. Oh. Is it new one or is it exactly the same? We're gonna see if they practiced overnight. So, get ready. Mm-hmm. 1, 2, 3. Can I kick it?Thank you to the members.
撕下来耶。我也撕下来了，真假的？我没有撕哎，他们把椅子上的号码牌撕下来。我现在开完演唱会了，超累超累，叫到喉咙沙哑。我现在开完演唱会回到宿舍了，有点舍不得这个装扮，所以拍一下。这是我室友帮我绑的，这边还有发夹。然后今天的 vlog 就到这边，希望大家喜欢，拜拜。